天女婿来了，接下来我们要用热烈的掌声有请杨威的岳父岳母舍面登场，有请。回家看看，回家看看，哪怕帮妈妈刷刷筷子洗洗碗，老人不图儿女。杨威今天上午才到长沙，就急着到演播厅了，还没有来得及回家去拜访岳父母。我们特别想问一下这个岳父啊，当时你是怎么答应这两个年轻人在一起的？当时他们在练体操的时候，在国家队，年龄也小，偷偷的恋爱。我当时人家是偷偷的恋爱，你怎么知道的？总是有小道消息吧，是吧？你是安排了人了。对，当时的话就极力反对。后来是因为一件什么样的事情就同意了？杨威的话，2004年吧。就直接的话就是到了长沙来了，直接过来了，真诚打动。哎，对，真爱，直接到家里去了。峰哥，你就今年过年直接去哈尔滨，不，那个沈阳了。不能不能啊！云云，2015年你希望薇薇有什么进步？因为她现在出差多了嘛，我希望她。每次登机的时候跟我发个信息说老婆我登机了，落地的时候跟我发一个老婆我到了，然后还有最重要的是晚上如果不在我身边的话，希望他能够发一个信息或打一个电话回来，然后说老婆晚安，或者说我爱你，他从来都没有说过。杨威，你这就不对了啊！赶紧，我要用一句俄罗斯语批评一下。怎么俄罗斯语？你谋杀来着？能赶紧表个态，赶紧表个态。这不叫事啊，这个。这个2015年能做到吗？能，必须能做到啊！必须能。你当着所有娘家人的面说的，对不对？现在先说一次，现在就说一次。说，刚才哪几条来着？晚上临睡觉的时候打个电话或者发个信息，说一句，老婆晚安，老婆我爱你。来，现在说一句最重要的那个就好了。老婆，晚安是吧？哎呀，我醒掉了一血，有这么多选项，然后你最后选的是岳父岳母都在旁边呢，这不是到了客场作战吗？有点心慌。今天有这么多父老乡亲在这里作证，还有这个爸妈在这。2015年，我一定做到老婆要求的以上的几点。看，老婆要求的几点？啥双妹子？你说的都对，如果有我不对的地方，参照前面说的话。看着说你说的重点嘛，还是没说重点，对不对？对，直接来那一句最厉害的。对呀，三个字很简单嘛。三个字。杨洋怎么说来着？这。哎，急死人了。老婆老妻这感觉。不是，其实这种为什么他觉得他越来越不浪漫了？可能就是因为这些话少了。亲一个。先说一个，然后再亲一个。对嘛？啊，对呀。今天过年对不对？说一个，快！感觉像结婚现场。我走心。老婆，我怎么就软掉了？咦，你能下来？能下来？老婆，2015年和以后，我都会一如既往。鸡皮疙瘩掉了！哎呀，鸡皮疙瘩起来了。